拍一只非常可爱的小蜥蜴，这个小蜥蜴在手上跟个玩具似的，它的舌头非常可爱，来喷一点水，这个小感觉真的很无敌，它这舌头粉粉的红红的舔在手上，这感觉它这个舌头是能够直接舔到眼睛的，也就不需要眼镜也不需要闭眼，直接给它擦擦眼。为了防止它跳得太高然后摔着，所以说就放在地面上，你这么跳应该不会受伤了。介绍一下公母的区别啊，结交手公母的它就是母的，它这个母的你看下面就非常平，公的太明显了，球球这里就是比较大，对，俩球球。它平时在地上一动不动，但是前面如果有只小虫子在爬，它会看到，哎呀，一口没有咬到，跟巨人手工一样。正常来讲，他们是吃蛐蛐的，但是今天没有，临时吃一根面包虫当做小零食。路是跳起来走的，就比如那个小青蛙，走，哎，再走，哎，就这么走的，还会飞檐走壁呢。并不是所有的蜥蜴尾巴断了都能长出来的，比如说结交手工，如果它的尾巴断了，它这辈子都是这样了，跟个小青蛙一样，而且永远不会再长出来。